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仔日的节目吼。啊，人生有够苦，人生这个苦的中间有一种甜蜜的苦，迄就是思念的苦。在少年一个人的时阵，或许是有够艰苦。当然，一般人来讲，上界艰苦的吼，都、就是在恋爱的人，在少年对方足思念伊，啊，但是看袂到人，这是第一艰苦。啊，但是某一种的吼，父母。你少年囡仔，这嘛是真侪艰苦。啊，有诶较有效诶哦，囡仔伊诶少年爸母，迄嘛是一种艰苦。咱人活伫世间，足奇妙诶代志就是，竟然咱诶思念啊，咱诶少年会通打破即个空间、即、這个距离，啊，嘛会当超越时间。你讲到底，即个人离我偌远？其实真简单，你若咧少年伊诶时阵。你若咧想伊的时阵，伊就马上来到面头前啊！哦，所以这个思念是上帝创造伫咱生命中一个足奇妙、足奇妙的部分。那这种的能力吼，动物是无的哦。动物伊袂讲我来思念，因为动物伊无像咱人有灵魂嘛，所以伊无法度体会什么叫做笑脸。我即马无看到你，但是我目睭开开，我咧想你的时阵啊，想到你的一举一动，想到你的表情，想到你的笑容。哦，想到你的时候，哇，我感觉整个心安尼真温暖安尼。哎，这才是有影足奇妙的一件代志呢。你讲要看 DVD， 嘛着搁一台机器伫遐。哇、哦，你要讲要上网 Internet， 嘛搁一台电脑伫遐，放落，唔只有影像出来。哎，但是咱人的思念，咱的笑孔这是无限的，吼、哦，唔免牵线啦。你若讲要接电视，都搁牵三条线吼、哦、，AV 端子啊，两条声，因为一条影像的。啊！你插入去了，才会看到人，阁有听声，对不？哎，真奇怪，咱人的笑脸拢唔免牵线呢。当我咧想我所爱的人的时阵，当我咧想我囡仔的时阵，我他唔免牵一条线，拢唔免。迄无线的，哎呀，上帝创造有够奇妙哦！足自然都会当马上牵连对遐去。阁再来，也免插电啦。你若讲要看先电视爱插电，电脑爱插电 ，DVD 都爱插电啦。咱人咧少年一个人，拢免插电，也拢免牵线，话要有尔，马上就有。吼、哦，我想着这是上帝非常奇妙的一种的创造啦。哦，上界精密的 DVD， 哦，还是上界高画质的，不但看到人尔，咱用咱的想象，当你咧想的时阵，佫会当听到伊的声，原音重现。哦，这个人大概什么情形之下会讲什么话？虽然有当时啊，朋友呐，大家好朋友到底吼，会讲生笑，讲哎呦，迄件可惜老三都无来，迄老三呐伫只吼，一定会讲安怎安怎安怎，讲到袂输我人去坐伫遐咧。哎、欸，这都是咱人类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种能力，哦，就是讲哎、欸，咱透过你笑脸一个人的时候，虽然这个人明明无伫咱遮哦，但是当咱讲起伊个代志的时阵，每一个人吼、哦，好像 Internet 吼、哦，好像网络一样。哦，咱每一个人的电脑啊，咱人的这个头脑跟咱电脑同款吼，通通连线起来了，哦，拢连起来啊。哦，所以讲一个家族，咱来讲个别式，咱来悼念会，在思念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看伊规场过了千个人，咱唔免得放伊影像呢，咱只要讲伊的故事，每一个人脑中就浮出这个画面来啊。哎，这拢无牵线，无插电，但是所有的人会同一个时间想起一件代志，我就是讲。这就是人类最可贵的一种能力，上帝放在咱头脑里面的设备，这自古早过了千年之前，咱的人的头脑都已经超过电脑，唔知超过偌济倍去啊！而且呢，你讲电脑吼，迄资料库、资料库，你可能佫有限哦。咱人的头脑，你看吼，我的头脑里面会当记偌济人的资料，对不？我的头脑里面，我当少年，阮爸爸、阮妈妈，啊，少年，阮某、阮囝。阮朋友、阮老师，你若讲像我老三去做牧师，我的会友，真百名的会友，哎、欸，每一个人的资料拢有伫我头壳内底呢。当我若讲到什么人的时候，我头脑就想到迄个人，伊的迄个长相，吼、哦，就会怎浮现伫我的脑中。啊，搁再来，伊的声音足自然，敢若袂输我耳孔听到伊讲话的声音。所以你若认真来想，是在上帝创造咱人的这个脑，你敢读一个遮细间，吼、哦。比电脑要更加细，但是咱的功能有够复杂的啦。所以上帝用这个能力，和咱人甲人之间会当来连做伙。
所以当你咧笑脸一个人时，是非常的甘甜的。但是呢，佮有另外一种甘甜的中间啦吼，甜中还佮带着一点点啊苦。是安怎讲呢？因为你笑脸一个人，都是代表这个人即阵啊无伫你的身躯边嘛。啊，你咧笑脸面，就是代表讲你即马需要伊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即马唔忙伊伫你的身躯边。什么时阵你会笑脸一个人？一定是你真快乐的时阵。所以我来去国外，同邀请去做讲员。啊，通常请我一个啦，无讲请我全家啦。除非讲伫咱国内，人家有讲啊，恁全家做伙来啦。我来去国外的时阵，我咱来去国外的时阵，干那请我一个尔，啊，我去遐看风景，安尼真尔啊水的时阵，你讲迄个时阵，我会想到什么人？我敢会想到观众朋友？歹势，未啦，因为我都唔捌你。到你当时看到我，我都无得看到你啊，所以我都未笑脸你啊。但是我一定会笑脸我的亲人，对不？我一摆带阮的青年人，规一团二十几个，带去纽西兰，阮宣教吼，宣教队啦吼，啊，底宣队去遐咧传福音啊。啊，一个青年就讲啊，哪有遮水的所在？我后一摆一定要带阮爸爸来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这都是人的反应。伊会感觉讲，这样尼啊水，干那我看到尔，哎呦，有够无彩啦！哪会当阮爸爸甲我做伙来，唔知要偌好咧？所以伊会想要甲因爸爸做伙，伊会想要甲因妈妈做伙。这就是笑脸，这就是咱人足奇妙的一种能力。所以当我来去看美丽的风景的时阵，我嘛是会想讲啊，可惜我囡仔都无来，啊，可惜阮太太无来，啊，所以我们才想讲，一定爱一摆去吼，一定要带因来。但是一摆去吼，迄婚礼机票遮尔啊贵，你讲我一家六个呢，六个呢，啊我若带去个遐，敢若婚礼机票安尼来回，我挡会掉，吼，我若要中乐透个，啊咱若无咧签遐啦，啊但是要安怎？所以我毋才想出一个特殊的方式，我毋才想讲啊，贵去啊，一张婚礼机票遮尔贵，贵去我来吼，但毋才带一年甲袂样呢，一年了才转去，安尼毋才会好。所以我才兴起一个念头，讲我带阮全家出去国外有一年的安休呢。因为我伫我个教会服务也真久啊，所以就安尼，我们才有机会哦。啊，伫个2006年的时阵，我有一个机会，啊，阮全家去到伫澳洲布里斯本。所以这个梦想，阮全家做伙出国会当有一年伫国外的时间，来体会无同款的生活，对对开始。对着我用邀请去做讲员，我看到人迄个土地遮尔遐水，看到遐风景是我伫遮毋捌看过风景的时阵，我就开始会笑脸阮兜的人，我会思念我的家庭，我唔忙因也做伙去，都是这个念头，这个思念会变作一个足大的力量，安、啊、尼听有无？想念是很大的力量，因为这种的思念，第一个我变出一个行动，将阮全家带去住一年。因为我就想，我若伫遐住一年，我会当邀请阮爸爸妈妈会当做回来，吼、哦，四大人做回来欣赏这个美丽风景，啊，所以我真正美梦成真，哦，啊，所以伫我迄年的中间，我邀请阮爸爸妈妈做回去，啊，阮爸爸吼，逐日呢拢去啊散步，阮边啊就一个公园，因为四个拢公园啦吼，国外就是安尼，阮爸爸逐日哦早起起床，啊，就阮囡仔带阿公讲，行，我们去散步，啊，就。去散步，啊，去散步去啊，讲啊，天空怎么这么蓝？哇、哦，那这样尼啊水，风景这样尼啊好。好、哦，我有机会就塞车再出去佚佗，和因伫遐待较久的时间，待几落礼拜，哦，我来当享受天伦之乐。即摆就变作讲，真正做一挂人生很甜蜜的一个回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，因为我知讲有一日，我的老爸老母因拢一定会离开我，这就是人生。所以我爱创造一个甜蜜的画面，等到有一日，当因啊正经离开的时阵，我伫笑脸的时阵，我袂感觉空空，我有物件通想嘛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活伫这个世间，你也了解讲，咱人甲人唔是永远做伙，所以咱尽量爱珍惜咱做伙的时阵，因为咱做伙的时阵，咱也当创造出真济真济甜蜜的回忆。所以，当咱人甲人斗阵的时阵，做伙的时阵，哦，你会感觉真温暖。这种温暖，会当等到有一日咱离开的时阵，你想伊的时阵，唔是干那咧空想啦。当你咧想伊的时阵，你的头脑会足自然，干那放影片安尼，
放出真济画面啦。所以，毋忘所有朋友，当咱咧讲到咱上帝和咱人有一个会用笑脸的，我甲当作是一个超能力、超能力，足奇妙的一个能力。上帝既然和咱这个能力，我毋忘讲咱每一个朋友，咱来好好使用这个能力。咱趁即马，咱甲咱兜的人拢要去斗阵的时阵，我毋忘讲，阿公某之间也好啦，还是讲咱顶一代、下一代之间也好啦。咱甲咱的囡仔，咱甲咱的士大人，甚至咱个隔代甲咱的阿公阿嬷，我想讲，爱创造真济甜蜜的回忆，所以若有机会，真正爱尽量做伙。因咱古早的早就讲过啊，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意思就是讲，树啊要掂，唔是照你的意思。风若咧吹树啊，讲我无要叮当嘛，无较怎呢？因为风吹树啊，就是会叮当，这是人生的一种无奈。啊，这个讲啥？讲一个囡仔要饲爸母的时阵，爸母已经无伫咧啊。所以我若曾经捌有观众朋友，你甲我讲起到伊甲因老爸之间的故事的时阵，伊伫遐流目屎。伊讲啊，我即马经济这尼啊好，可惜，可惜我的爸爸已经过身去啊。我想起到我的爸爸伫咧这尼啊艰苦的环境，敢饲甲遮大汉，培养甲这尼啊优秀，我有能力今仔日来当赚钱，我来当赚钱做遮济工课。我即摆趁遮侪钱，我足想要友好老爸讲啊，较早你饲我实在太辛苦，好食拢我咧食，啊你拢无食，一切好物件你拢留互我，你家己食遮侪苦。今日我这个囡仔已经大汉啦，我已经有能力啊，你怎要食啥我拢买互你，你买啥物我拢买互你，你要去对佚佗我拢带你去，但是无法度，但是无法度啦，因为老爸已经无得咧，讲到老目屎呢。讲人生就是这么无奈啦，咱囝要饲的时阵，爸母已经无得了，所以人生不是讲你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所以就咧讲话讲，真正爱把握机会。把握即马爸母还搁伫身躯边的时阵，咱来赶紧创造真济真济快乐的记忆，将来咱在思念的时阵，咱接袂后悔。所以像一款的朋友，伊就是咧面对这个思念的苦。伊足唔忙讲，将好嘅物件要分享给我所爱嘅人，但是所爱嘅人已经无够再有机会，这叫做思念嘅苦。但是我真爱讲这种苦，因为我感觉这种思念嘅苦，都是一种甘甜。你嘅思念一个人，都是代表你甲伊曾经捌有快乐嘅时间嘛。真侪囡仔是拢无爱想因老爸呢，讲哼，卖讲我老爸，连迄个名都卖甲我提起，讲到我就去。真侪人甲因老爸之间是足侪。冲突，足侪伤害，拢不爱讲老爸的名呢。你有无想，我每一个囝拢会想老爸呢？唔是呢，你的少年，你老爸虽然是一种苦，嘛是甜呢。至少了，我愿意少年伊啊，是不是啊呢？所以这是一个趣味的话题。休困一下，等下了继续来讲。欢迎回来到三个节目。人生有够苦，但是有一种苦，我认为那种苦是一种快乐，人叫做甜蜜的负担。那种苦不是说真正有够苦啦，我认为那种苦是一种幸福，就是当你少年你所爱的人。当然少年是一种很大的苦，但是那种苦苦中带着甜。我们的人生金融，其实圣经也是这样说，圣经里面就说到啊，这个上帝来到世间变作人了，伊讲耶稣嘛是吼，敢那会笑脸咱啦，会笑脸咱，啊咱吼买笑脸咱传福音给伊的这些人，所以圣经里面讲我真笑脸恁，真笑脸恁，因为耶稣离开这个世间，但是呢，圣经记载讲耶稣虽然离开，但是耶稣用笑脸用伊的思念来为咱祈祷，来继续跟咱做伙。所以透过这句话，让咱了解讲，原来咱人身体当然是会分开，但是咱只要心甲心有连做伙，连圣经嘛甲咱肯定讲，安尼就真好啊。所以我拄仔咧记咧讲，有当时啊，一个囡仔想着讲啊，我甲老爸已经分开去啊，但迄个少年足奇妙，迄、那个少年虽然你会流目屎，但是迄种目屎唔是痛苦的目屎，有当迄种目屎其实
迄种目屎是对着过去的一种感恩，对着讲我是一个这样子幸运的人，我的老爸对我这样子好，我的老爸安尼将我养饲到大汉，我是一个真幸福的人。所以想到时会感动，想到时会唔甘，会转流目屎。翁仔某会笑脸的哭，迄嘛是一种幸福。你敢不知影？作者翁仔某叫做同床异梦，哦，根本就是讲，甲你困做伙，他在想别，不是在想别人啦。安尼你着，这个婚姻看你的痛苦阿未啊？所以你若讲翁仔某会彼此来笑脸，哦，我会想你，你会想我，这是何等的快乐咧！这是何等的满足咧！所以作者查某囡仔啦吼，拢比较开安尼啦吼。拢爱有当啊上班的时候，向阮敲一个电话给因翁，老公，你有没有在想我啊？好不？也足想要了解，因为虽然人无做伙，但是因也知影讲，因翁拢有咧想伊，吼，伊就足大的满足，你知无？所以这查甫人真正爱学。我看足侪花花公子吼，会用骗查某囡仔哦，伊就是一部车牛啦，吼，三不五时啊，半时咧扛电话卡去，尔就讲啊，我好想你哦，吼，啊，有分外情嘛是来佚佗呢。哦，靠外面的查某人啊，那嘛是讲，我、哦、现在好想你，真奇怪。查某囡仔只要听到讲有人在想念他，哦，心花怒放呢。听到有人在想伊娘吼，都非常的满足呢，都算做人细意，讲伊嘛无要紧呢。哦，所以可见咱人是足需要肯定，我们太需要爱了啊！命分都无重要，有人爱我就好啊。哦，所以你看咱人的感情吼，是有够软弱的啦。当然，这其实是唔对。咱当然真反对，反对安尼。而你无一个命婚，你无一个身份，迄种的笑脸，其实呢是足无健康的啦。咱唔盲讲谈恋爱，有人爱咱，但是爱嘛爱伫一个健康的环境来，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，大家才来谈恋爱。吼、哦，唔通安尼伫个足无健康，吼、哦，迄种什么婚外情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还是讲诶，迄种诶根本就是讲不伦之恋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还是讲诶无应该产生的这恋情啦、啊，吼、哦。迄种的笑脸，其实迄种的痛苦吼，迄是白受苦。迄种的苦，就真正是苦。但是咱今日这部咧强调的是咧讲，上帝给咱人的思念，其实这个力量是非常好的一个力量。咱应该好好来经营咱身躯边的这亲密的关系。亲密的关系就是包括友情、亲情、爱情，吼、哦，这拢是咱亲密的关系。嘛，咱每一个人有足好的这亲情。友情、爱情，把咱包围，你会感觉你活得真有意义。就算你孤单一个人时，你唔免惊，因为你只要目睭开开去想遮个人，你就满足啊。所以呢，我去病院咧看病人，是你看这个癌症在末期的病人，看得真痛苦的时，我拢甲因鼓励，我甲因鼓励讲，你要去想恁家的人，哦，你要去笑脸恁家的人，你若想因，你就有力量。哦，虽然咱即摆无独个在做位去食饭啦、看电影啦、出去佚佗，但是你只要去想因，一就有力量啊。包括我去到嘉禾病房，伫看一个朋友，已经倒咧啊，已经拢差讲，啊无多通起床啊，也拢袂当做啥物啊。我伫个耳腔边，我只有甲讲，诶、欸，你的亲人拢伫遮，足侪朋友拢伫遮，大家拢伫甲你支持，因为圣经甲咱肯定，讲耶稣虽然离开这个世间啊，哦，伊登去伫天顶啊。但是伊的笑脸，伊还临到这个世间。伊的笑脸，予咱人感觉有安全感。其实，迄个笑脸嘛是一个苦呢。啊，你上帝看你世间咧受苦，伊嘛足想要甲咱帮忙的啊。但是伊知影讲未使，因为这是咱要学的功课。哦，上帝知影讲有当时啊，伊爱放手，敢那世间的爸母同款。哦，你讲我嘛足爱讲，阮囝去上学，我对起啊；阮囝去参加夏令营，我嘛足爱对起啊。但是我袂当安尼。我必须要放手，咱袂当疼咱的囡仔，关心咱的囡仔，关心到种袂输敢那个这个控制的地步，吼、哦，安尼都唔对起啊！吼、哦，咱来信任伊，咱来给伊一个空间。虽然这个空间伊可能也失败，也犯错，但是咱嘛是都爱给伊机会，爱去成长，因为这是伊的人生。上帝嘛是安尼，上帝正思念咱，但是上帝是讲伊袂当插手，因为这是咱的人生。这是咱的学的物件，咱若即届学袂样，后届会搁较死，所以上帝只有放手，伊只有用伊的笑脸，用伊的关心，安尼甲咱看，安尼甲咱看，迄有苦无？迄嘛是苦。所以你敢知影？上帝因为听这个世间，上帝心嘛真苦，唔是伊无能力，是伊知影讲，这是成长的一个过程，
所以亲爱的朋友，我想咱人甲人之间有这个笑脸的苦，都代表你是幸福，因为有人关心你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嘛代表有的人需要你关心，这就是已经真幸福啊！吼、哦，每一个人当你咧受笑脸的苦的时阵，你会感受到讲，其实我会当笑脸一个人，已经真幸福啊！这么时间就到这，后一集继续收看，多谢。无讲未爽快，即专家学者，即做生意人哦，迄包装拢写足些专业的物件，咱老百姓拢看拢无。好比讲米，干那咱咧食的米，吼、哦，迄逐间都拢讲伊这米是偌好偌好，佮安怎安怎安怎，咱老百姓也唔知啊。啊，咱食了巴到底用咱的嘴，你讲这个米有营养啊？无营养，食了排害无排，我用我的嘴食，我袂哪会知？所以吼、哦，咱邀请一位专家，专门对米有研究，台湾大学。刘文良教授来对大家请安。各位观众好啊，我是台湾大学的老师哈啊，张文良。是，你有在研究米呢？是，哦，啊，这米大家目睭看拢同款啊，啊是比大细粒还是？还是变哪米啦？什么叫做好的米？你稍微简单讲一下。好的米本身伊的嘴爱好，伊的头爱好、OK， 伊的管理爱好。啊，个伊个，等下等下，什么叫做管理？啊，都种类你要画画起来，看管理。哦，这个米啊，学问真多，学问真多哈。你收了以后啊，你要安那家去做加工哦，你要安那去啊库存，你要安那去啊去啊装啊，你阵无好管理吼，内底有真侪迄个米糖所在。也算造出来，也造出来，所以啊，这个管理真重要。所以有可能你种的米收的米拢真好，但是管理了歹，消费者摕到阵，迄个品质已经差真侪去。尤其是这个啊米糖啊啊，这个问题处理。最重要的是，伊的最爱好，伊的土爱好。啊，所以呢，一般来讲，这个米会好甲歹，对阮消费者食了，对阮的影响是啥物咧？当然，好的米对人是相对适合咱真好的这个米啦。因为内底足侪营养。是啊，真侪咱生活所含，咱的一寡咱的淀粉的来源啊，咱的一寡这个哈，一寡甚至微量的一寡蛋白质的来源哈啊，这米会使真好的这个提供。啊，如果较歹的米吼，伊就是讲有一寡较毒的物件。对，咱即摆报纸捌看过，新闻捌看过。嘿，是嘿。迄食咧不但无好，佮有害。诶，是有害，无唔对。是真正会变安尼。诶，长期食了会累积伫咱身体内，包括化学的物质。诶，无唔对。哎呀，化学物质是对对来，是对土。大部分是对水来。咱当然，咱当然土是真好的土，而且咱当然水，头前是无好啊处理干净啊，也是无好啊管理啊，有一寡较歹的水，入来咱的这个灌溉诶，这个准落来底啊，农民。提太用，种出来米就真歹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哦，所以原来唔是迄、那个，无一定是迄个米的问题，上主要是迄个水的污染，是污染伫即个米，是连啊咱个食落去，是对不？是啊，但是咱一般来讲啦吼，你讲好的米甲歹的这个米吼，伊安尼食了以后对咱的身体的健康当然是都有差真济嘛，对不？但是有些个观念就是讲，足济咧减肥的人，拢建议人讲，你拢全卖食饭。哦，卖食到这个米啊，这是你来照你来看，咁人咁咪当真正拢无米。哦，咱以你的观点嘛，好、咱医生跟他讲减肥啊，咱不管，咱就嘛听你的观点。当然伫澳洲还是美国有人真济食这个小麦哈。对对，食胖，但是你不论是食胖还是同款，还是食小米，还是大米，还是迄、那个，但是米，我们都需要这个淀粉质。是、okay， 所以米是本身是最好的物件。OK， 所以世界吼，人口上侪的所在吼，拢是靠米在大。你看中国吼、日本吼，啊是这个越南，都是靠米在起人。所以靠米在起人的国家，这个国家的人口也特别多。因为这米这稻啊，这个物件吼，伊是会使有真大的这个产量。伊本来就是一个种水草嘛，吼啊，所以啊，真好管理啊，真好种，啊个野生量真贵多。是一个上种伊的方式来解决人类粮食的问题。无唔对，就是安尼嘛，吼。是，而且佫会当种出透过好的管理甲专业的研究，是，佫会当种出真好的米。是，无唔对。哦，所以你感觉米是上帝予咱足好的一个米。是，吼、哦，
你咧研究米的时阵，你从多几个角度落去研究啊？第一，阮爱啊一关一关来保护哈，因为真侪人来食这个米，所以第一关伊水一定都还好，是啊，水都还清气、嗯、水也清气了以后，阮看伊的土有清气无、嗯？所以啊，土是无清气，但土嘛爱做出啊改善，所以水清气，土也清气了以后，第三步啊，甲农民这个所用的这个肥料唔同上过侪，所用的这个肥料嘿，哎，农药嘛，会使尽量来减少，所以第三步是肥料加这农药的问题、嗯。第四种的话，你收成了以后，你要起来这个仓，这个仓库哈，你要做真好诶这个后边诶这个管理，仓库诶这个管理。啊，第五步哈，你要做真好诶这个行销哈，在台湾的米真哩好，才是啊，不仅会让好大人来吃哈，佮比较国外好，诶，国外诶技巧也更加好。对啊，咱今那无张教授甲咱讲，咱唔知道。原来咱只讲你食米，拢食米唔知米嘅。咱就讲你食米唔知米好哦。其实上条咱台湾人足好嘅条件，所以咱嘅米佮外销到其他嘅国家。而且呢，你若伫其他国家要食到咱嘅米吼，人介绍是比你本地要卖是贵足济哦。所以咱今日真感谢张教授甲咱讲到即个米，啊嘛，唔盲讲每一个朋友吼，咱拢会当透过上帝赏赐予咱嘅即个资源，咱有一个健康嘅身体。啊，所以听受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。多谢大家收看，多谢丁教授，谢谢。